told your friend you're not okay, and tell me what's wrong and why you never said you felt that way. And guess you're trying to stay strong and fake a smile until I look away. But I've known you too long, it hurts to watch your blue eyes fade to gray as you fade away, as you fade away. Yeah, I'm about to fade away, cause every time I wake up I feel like it's Monday. Something's going wrong with all the chemicals up in my brain. All of a sudden I don't look at anything the same way. Gotta build up of my thoughts sitting in an ashtray. I'm sorry that I'm so inconvenient, okay. Just let me be me and I'll stay out of your way. I can see the way you look at me, I'm such a disgrace. I never really asked to be brought into this place. You wanna love me, well then baby I have a taste. All the highs and the lows, no you'll never be the same. I don't really wanna hurt you, but I can't control the pain. If you're sticking by my side, maybe we could be okay. Okay, okay, maybe you could be the change I need today. I promise that I've never felt this way. I really hope that you will choose to stay through all the pain. I know you told your friend you're not okay, and tell me what's wrong and why you never said you felt that way. Guess you're trying to stay strong and fake a smile until I look away. But I've known you too long, it hurts to watch your blue eyes fade to gray as you fade away.大家好，沙天，那我们来玩一下新的奇境探险吧。其实最近的这个剑远者的活动真的是非常的多，像是乱石之境啊，然后这个大型活动哈，这个团队远征，还有这个超级放置的这个猎豹角族。我现在才发现说，哦，原来猎豹角族这么放置是有原因的哈，因为一次太多活动了。然后马戏团巡演跟全球锦标赛，不过呢，哎，奇怪的是哈，这么多活动啊，你不会觉得说它非常的累哦？所以我觉得这是剑远者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迷人的地方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说这个新的奇境探险哈，就是在这个地方，上一次是这一个这个满血战神嘛，就是在介绍 SP 的狮子的故事哦。那这一次呢，应该就是回归为原本的这个奇境探险。那这个主角是谁啊？雪原禁地哦，是那个熊妹哈、哦。然后他的这个大奖3000钻哈、哦，3000钻，可惜不是这个占星石抽、哦。然后小奖的话，应该是差不多吧。好，那我们就玩玩看哈、哦，看看他的这个难度是如何。好，一开始是琵琶哈、哦，快救救我！然后是米萨卡哈、哦，这个熊妹哦，熊妹最近这个运用的这个地方也越来越多了、哦。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哈、哦，一开始就有小宝箱，然后这个敌人要打吗？好，一定要打哦。OK， 那我们就把它干掉吧。我们用什么？用最快的话，我记得是狮子哦。但是，我只有一个金色的狮子，我记得狮子清怪是蛮快的啦。啊，我们来上一些有的没有的角色好了，然后再来一个希拉斯，还有谁很快？这个好拉库，这样快不快？好像还可以齁啊，最快好像是 SP 瑟恩啊，但是我的 SP 瑟恩也是金色齁，不然等一下也放一下好了。哦，这踩了会怎么样？啊，我踩到什么东西了？是触发陷阱。这个布置陷阱的人不会挡住自己，那附近有解除的方法，所以我按到这个按钮之后呢，陷阱就会启动，然后离开之后呢，它也不会消失。哈、哦，那这样子我就过不去了。升起的雷射屏障哦，然后呢，我们点这个机关塔。哦，只要如果说踩到的陷阱被挡住，只要找到对应的机关塔就可以解除。然后呢，解除之后呢，这一个按钮它又会弹起来。好，然后我们就可以站到上面去了。好 ，OK， 所以说这个机关是这个样子。
哇，布鲁特斯血块没了。好，然后呢，这个是传送点。哎呀，这是哪里？矮人布置的这个传送阵。好，然后呢，OK， 好像左上方的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啊？哎，就消失了。我经过传送阵之后呢，这个屏障就解除了。哦，是这个样子哦。好，然后呢，这里是什么东西呢？这里的话就是，看来是一定要踩，对不对？好，一定要踩了。好，我们先把敌人干掉，拿奖励。我等下拉库换成 SP 瑟恩好了。哎呦喂啊，想换 SP 瑟恩，马上就来一个这个亡灵大军哦。完了，保佑还好，为什么他的伤害吸很多了？哇，还是两只被秒了啊！没关系哈，然后我们就踩这一个 ，OK， 这边陷阱启动了，然后我们把它移过来，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再去把它解除掉。好，解除掉之后呢，再过来，好像没有什么难度哈。然后传送过来，传送过来之后呢，这个怎么讲呢？它的这个机关就解除了，同时这个按钮也下去了。好，那我们再继续往下走。这里的话，我们就上谁嘞？上个随便上哈。好，领个小奖，然后再来的话，你只要经过，你就一定会踩到它哦。好，然后再来的话，哟，触发金冠塔能够解除对应的雷射屏障。我现在启动的这个屏障是这个东西，但是它是红色的，看一下屏障已解除，并没有齁，所以我现在踩到这个的话，不是左边这个紫色的机关哦。哇，我的 SP 狮子挂掉啊！虽然有锁血两秒，但是还是不能那么自由啊。然后这边是解除绿色的，好，我戴蒙大无敌哦。好，拿小宝箱，这边就没有东西了。那如果说我直接走上去呢？我踩到了，我踩到之后呢，紫色也起来了。好，那我如果关掉的话也没有意义啊。我关掉的话，只是这个按钮再浮起来而已。所以我们先过来，过来的话，我就可以不用踩这个绿色了，我就可以直接过来了，对不对？那我就可以把这个机关关掉了，这样子，操作好，关掉了。关掉之后呢？我们从上面走，看来我这样误打误撞，我先从左边绕上去是对的哦。好，这边我已经知道怎么解了，然后这里解除它，好，解除了，然后我们就从这个地方走，因为这个地方我们已经过来了嘛，然后再走这个地方，好，这边就全部都解除了。好，接下来是第三个区域了，这是第四个区域吧？哦，有三个颜色哦。好，没问题哦，我们就慢慢解吧。好，这应该是最后一个谜，是最后一个这个谜题区域了。然后呢，我们再踩过来哈。OK， 紫色的也开了。好，我们要想办法一个一个机关给解除哦。然后这边有一个绿色哈。然后这边我们过不去，过不去就不要管它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话应该怎么办呢？这边的话就也只有一条路啦，所以说也不会有什么，也不会有什么这个支线的这个路线了。因为上面看起来就是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嘛，好，所以你一定会踩这一个。好了，这样子三个陷阱都起来了，然后这个我就拿不到了。这个我是要移上来吗？对啊，我要这样移上来吗？然后我先解除一个 ，OK， 我解除了一个，好，
然后解除了一个之后呢，我要再去解除第二个，诶啊，我压在身上啊，没关系，然后我再解除第二个，好，这个也解除了，这样子，然后第三个是绿色的，诶啊，这样就解除了吗？哦，解除了，可是我要怎么拿这一个啊？我三个解除了，我已经可以拿大宝箱了。好，有没有觉得脚底暖乎乎的？哦，找到了这个温泉。不过一千年过去了，温泉大概是对世界更好的保障。至于怎么出去嘛，这个嘛，诶，这什么温泉？啊，暖乎乎的地热温泉。哦，好，蛮有趣的。好，但是呢，这个要怎么获得呢？我不能够踩这一个。啊，是不是碰一下传送点？也不对齁、哦。碰这个传送点，哎呦它又起来了。诶，等一下哦。我们来看一下齁、哦、这个要怎么解决，这个应该是。诶对啊，这个要怎么解决，让它卡一半。我不要踩到这一个，因为我踩到这个绿色它就会起来嘛，所以说啊，绿色的机关是在这个地方，我关掉了，关掉它要弹起来，所以我必须要从这边绕上。哎，不对不对，嗯，我不能走这边，可是我又不能从这边绕上去。哎，这样子很尴尬。哎，对啊，我要怎么绕过去？哇，这一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解决。哎，哦，好，我卡在这一个小宝箱哦，尴尬了。哦，这个我要思考一下。诶，话说这个绿色机关好像开不开也不是很影响哦。我们先踩一下，踩了，哦，结果三个又开了。不行，好，最后一个机关它一定是三个都亮起来。啊，我们先一个一个关喽，关掉了。然后呢，你再关掉。然后呢，你再关掉。好，就这个样子。诶，问题来了，呵呵，我又卡在这个地方。对啊，我过不去啊。可是我一碰你又起来。好，这个我要思考一下哈，这个影片先暂停一下，然后我思考一下这边怎么解。看来这个的话是可以录一个这个精华咯。哦，我知道了哈，你要先把它这个切在中间的位置，然后你站在这个地方，然后你点这个把它移下来，让车子压在你的身上，然后你爬上去，哦，就这个样子。好，莫名其妙哈，这个就这个我脑筋一时没有转过来哦。好，然后再来呢，我要这个重玩一次后，然后录这一个精华的一步一步玩的这个记录，然后后面才是接下来我玩的这个过程。OK， 好，那影片就到这边了，谢谢大家观看，那我是阿天，我们下次再见，拜拜。